一阵长笛表演笛音绕梁为油画展拉开序幕。资深老艺人八哥导演李和、资深主持人徐乃麟三人为谢玲玲站台，今年画面怎么能够错过？他现在是五个孩子的妈妈，我是四个孩子的爸爸。八哥和谢玲玲在1965年婉君表妹电影中认识，如今谢玲玲展现艺术天分，再展出一幅幅油画为公益义卖。喜欢的风景拍下来，然后就自己在家慢慢画。刚获得金钟奖最佳主持人的黄子佼也现身主持，谈到宪哥和金钟的恩怨，语带保留。我没有资格劝他，但是我是已经放下了。别人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每个人心中的结不一样嘛。无论如何，金钟过了一周，电视圈也要重新振作，展望明年再来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